Nissan NAH207 輪椅是市場上最輕可接的輪椅，只是重 5.5kg， 可以承重 100kg， 只是需要輕輕地按一下掣就可以打開輪椅。主輪安裝在框架內側，用家可以在飛機、巴士等狹窄的地方也可以輕易使用。另外，這部輪椅最犀利的地方是可以將摺疊的輪椅收納在行李箱，方便用家和親友攜帶旅行。